慧英雄呢日出席原创迷你剧集《心愿》嘅首映礼。今次同谢君豪首次合作，小红姐就话好有火花啊！原来佢嘅演出方法同我好相似，所以我哋又唔系好中意行位啦，唔想再即系一路系咁 rehearsal 好多次，咁我哋求其自己对咗对白之后就即系真系。拍啦咁樣用最真實嘅嘢去拍，咁然之後我好多嘅身體語言佢又完全知道，咁所以哇都幾有火花嘅，我好耐未試過有呢啲感覺啦，係啊，我直情係我同你死過嗰種咧，咁佢話我都唔會放過你，即係好耐啦，成十年都未試過，即係撞到有演員會俾我覺得唔得，我唔可以有失手，我一定要好小心，即係嗰種。提到最近出演的舞台劇，小紅姐就說因為劇入面太多嗌交戲，現在把聲音都沙埋了，狀態今天其實把聲音就已經有問題了，已經有少少沙聲，還有是那個 key 是低在那裡，因為明天都是一個關鍵的，明天我們特首來看，那今天有11點鐘開始已經做訪問做到現在，是啊，我明早就希望預約了醫生，盡早就去針灸，希望保住個聲帶先，係啦。